好佛爷，这条款要是一签订，失掉土地，失掉金银还算小事，最可怕的是失掉人心。全国的老百姓看出这朝廷软弱无能，无力保全他们的身家性命，就危险了。老佛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佛爷，南方各省正在闹革命党，打的旗号是推翻满清，五族共和，喊的口语是外患侵入，民不聊生。您想，这时候这条款要是一签订，老百姓岂不更要揭竿而起吗？哦，哼，你是拿这个来吓唬我？哦，老佛爷，这不是吓唬，这是实事啊。最近广东省革命党兴中会夺取省城的事，您不知道？固然有好多人就擒被捕，但他们的领袖已经逃到澳门去了，他们的党徒遍江南，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呀，老佛爷。那怕什么？我可以下到旨意，加以防范，把他们斩尽杀绝。啊，老佛爷，他们是斩不尽、杀不绝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老佛爷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跟他们有来往，故意把他们说得这么威风。老佛爷，我哼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犟脾气，你说不行，我偏要试吧试吧。老佛爷，再说这条款一签订，皇上头一个在老百姓的面前就抬不起头来。皇上抬不起头来，他自个儿当然知道怎么下台了。给我少说两句吧，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，只好先回老家去喝你的小米粥可吧。秦爸爸，我知道我不成，我没脸再当皇上，我让位，我一定让位。可是汪师傅他，别让他走吧。哼，你不放他走，就是你不肯让位。看你们这些君不君、臣不臣的，还有什么脸？亲爸爸，我肯。您什么时候叫我让位，我立刻就让。我叫你让位，不是你自个儿说的？你没脸当皇上，要称病下台吗？亲爸爸，我没有啊。没有？嗯。就算我有，亲爸爸，我下台可以。这议和的条款可不能认可呀。你越说越邪了，不是你自个儿说的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签订条款。亲妈，我什么时候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真的没有啊。难道我睁着眼睛说瞎话？你没有？没有？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住手！住手！收手！王师爷，你当了这么一个可怜的皇上啊！